你去看一眼。是。李处长，好像是几个女学生在街上贴抗日标语，日本宪兵要抓他们回去。我去看看去。哎，秘书长，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，这个事咱们真管不了。管不了也要管。哎，秘书长。和平，你过来，把手抬起来。这前两天刚治的，又短了。和平长得真快啊，要长成大小伙子了。小舅说，和平要快点长大，长大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。今天是不是打疼你了？妈妈是不愿意让我和小舅一起玩吗？小舅是坏人吗？和平，你记住，从今以后不准再跟他学什么日本话、日本礼仪，听懂了吗？哦。好了，快去刷牙洗脸吧。嗯。该上床睡觉了。吴小姐，嗯，今天的报纸来了，谢谢唐妈。小舅，今天下午玄武湖公园的足球比赛，你和我们一起去看吗？啊，小舅下午要开会，你跟妈妈去看吧。哦。那等你回来，我们在花园里踢球。嗯。和平啊，妈妈教你的《诚恳歌诀》，你会不会了吗？还没。你现在是大孩子了，不能那么贪玩了，把《诚恳歌诀》背会了再去踢球，听见了吗？姐。走。妈早。和平早。早。姐夫呢？啊。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还没回来。今儿早上没见着人。姐夫都学会夜不归宿了。我说姐，你可得盯紧点儿。男人这个年龄是最有魅力的时候，别到时候又整出一个丁默村和郑平如出来。我呸！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和平，把耳朵捂上。那丁默村是色中恶鬼，你姐夫能和他一样吗？好了。色中恶鬼啊，知不知道？哎，他妈，先生昨晚上回来了吗？回来的很晚，嗯，怕影响您休息，住在客房了。这个时候应该还没起来，我去看看。行了，别抽了。你昨天开会去了？嗯。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。去开倾向委员会筹备的谈话会去了。昨天散会有点晚。倾向委员会这个月都开了七八次会了，看来主席很重视啊。嗯。给你什么职务了？让我兼任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。
好事儿啊！哦，看来陈碧君上次在会上夸你稳重，主席是听进去了。在哪儿办公啊？还没说呢。啊，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走？哟，真是该走了。这段时间我工作忙，也没好好陪你说说话。今天我早点回来，你给我好好讲讲清香委员会的事儿。好。你也赶紧收拾收拾，车在外面等着呢啊。哎，知道了。不许再抽了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请。这姓董的啊，就是个活死人，打死不开口，那监狱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哎呀，共产党的线索眼看着就断了，清香运动迫在眉睫，我这里却哑了火，只能让宋光之流。让他们抢风头吧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根据地那边有新情况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要派人来接替董掌柜的工作。新的联络人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下个月就能到南京。老天眷我。这个时候来新的联络人，那就是上门给我送大礼。只要这个新的联络人一到，我保证戳穿夏雨竹。夏雨竹的事不重要，我希望这个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的联络人离开南京很久了，你又不能越级发报，只能通过这个新的联络人。新的联络人一到，你就告诉他。你手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，关于清香运动的，他会很感兴趣，让他把情报发到根据地。假情报，根据地的人看到了这个情报，就会按照我们希望的路线转移，这条路就会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里，那个时候便可一举歼灭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不就暴露了吗？多好呀！啊，这还好啊。听我说啊，你给他们提供线索这么多年，提供情报这么多年，他们不会怀疑你的。所以这个计划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听我说，事成之后，即便暴露了，知道顺势回来，我保证。我在汪先生在日本人面前帮你美言，最差我给你一个警政司总务司长的头衔，那个时候高官可做，军马任骑，钞票美女，总比你苦哈哈的在那边做什么情报员来的痛快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没酒了。哎呀，以后啊还要多请陈主任多多关照啊。我们是一口锅里捞饭的，少不了你的。来，喝喝喝。不喝了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菜不合胃口啊。哎呀，陈主任，那是我的罪过。好了。去秦淮河长春园，走。
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两个留下，三人过会。大半夜不睡觉，洗什么衣服啊？我不是洗了。来月是把裤子弄脏了。脏。哎，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什么人干的？他在哪儿？告诉大夫，必须把他给我救活！我现在去。去。主任，怎么回事？人是在富后港附近的巷子里发现的，送来的时候意识已经模糊了。听大夫讲，只是一直在念叨您的名字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没有。情况怎么样？那一刀刺破了肝脏，幸亏送过来及时，不然肯定没命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一两天时间吧。不过完全痊愈，恐怕还要一段时间。你给我24小时在这儿守着，绝不可以出任何的差错。是。藤妈，哎，小姐，这是今天的报纸吗？刚从信箱取出来的。谢谢。Thank you.
今天的节目播出全部结束，各位听众晚安。下面播送散文《腊梅》，作者周文霞。饱受战乱的南京啊，不知紫金山上的腊梅在冬天又开放没有？我思念南京，思念南京紫金山的腊梅，思念它耐得住寒冷，耐得住寂寞的品格。它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位朋友，此刻它就像独自开放在寒冬里的腊梅，忍受着冬天的折磨。坚韧，他的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保持着高洁的品格。在寒冷的冬天里，他含苞待放，因为他心里埋藏着理想的种子，直到最严寒的冬天里孕育着最温暖的春天的希望。雨珠，你看这蔷薇花在极薄的土地上风吹日晒，即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也能开出这么美的花来。革命不仅仅需要激情，也同样需要耐力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像这蔷薇花一样盛开。眼睛好像没那么大，有点圆。鼻子好像，鼻子好像什么？好像有个痣。不对，没有。下巴有点尖。头发应该是短发。长这样还是不太像。主人，我是冷不丁的被刺的，没注意。病人需要休息，你还是先出去吧。好好休息，把身子养好了，别耽误我大事。雨竹的生日好像快到了，回头让大家回家一起吃个饭，热闹热闹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。主席去东京之前嘱咐我们妇女部帮助粮食部到芜湖去运粮，结果怎么着？芜湖的米让日本人都给抢光了，这些事儿都解决不过来呢，哪有功夫过生日？你别眼里只有工作，你没觉得最近家里气氛有些不对吗？君浩和雨珠好像闹别扭了。哎呀，闹什么别扭啊，他们俩都是大人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你别跟着瞎掺和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小静，妈妈今天要带我去看电影。哟，这么难得啊！你妈妈不让你被惩罚隔绝了？我们和平学会了被惩罚隔绝，妈妈当然要奖励了。我们不仅要去看电影，还要吃冰淇淋呢。太棒了！我送你们去。不劳烦君浩少爷了，我们自己去。下午2点，财政部。
记得提前来接我。是。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又没撞到他。下车看看。是。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没撞到你？那赶紧起来把路让开。装什么装啊这？在哪？前面左拐就是了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君浩，姐，你姐夫呢？他被人打了两枪，正在里边抢救。什么人干的？查出来了吗？抗日锄奸团的，一共有三个人，现在抓到了两个，送到了宪兵司令部，正在审。还审什么呀？直接毙了得了。先生，どうですか？三発の弾丸はすべて取り除きましたが。まだ危険な状態から出し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。目を覚ますかどうかは彼の体力次第でしょう。彼は誰でしょうか。知っているか。生かしてくれ。姐，你冷静一点。まだ麻酔科目が覚めていない。先に病室に送ってくれ。宋光。はい。先生。お兄さんが本当はどうはどうするか。私たちもできる限りのことはしました。ただまだ安全な状態ではないんです。たとえ目を覚ましたとしても、神経が弾丸によって切りつけられてもいました。今後の生活に影響が出る可能性も十分にあります。あなたたち家族の方はしっかりと心の準備をなさってください。先生、ありがとう。姐夫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但愿是吧。这两天不是很太平，你跟和平出去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。前两天那个冯茂才就遭人暗杀了。冯茂才死了吗？没有，算他命大，捡回一条命。什么人干的？据说是个女的，但还没查出身份。我们去看看姐夫吧。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不知道什么事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是说霍有光死了吗？是啊。是个屁！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戴老板，电报他就来了，说霍有光在76号手里，人家公开在上海投敌了。人在上海，那我杀的人是谁？双菊啊，双菊，我看你想立功想疯了吧？你杀的人是谁你都不清楚，你还敢邀功？对不起，站长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处分？
如果处分你管用，我还生什么气？我现在在大老板那边就是个笑话。我可以跟大老板解释，越解释越乱。你老老实实待在陈德道身边，再出差错，你知道后果。少女啊，刚才话严重了，别怪我。现在形势紧张，我们压力都很大。你一直潜伏在陈德道身边，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钉子。我对你一直很有期望的。站长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阿华，把这份电报发出去。好的。蔷薇，蔷薇，请进。3398-1254-7137-8232-7634-4015-0218-1735-6-49334，本呼叫一小时后重复一遍。新联络人明天中午12时，乐心公寓201间，二类暗号。好嘞。
师傅，小师傅，近林引路。伤养的怎么样？好的，差不多了。可是我实在不明白。 这杀我的人到底是谁呀？自己得罪什么人都不知道，死了也白死。看看，哦，这就是那份清乡运动的假情报，想让我干什么呀？用你们紧急方式联络，就说你手上有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不出去，请求和新的联络人见面。 好，陈主任，这事要是成了，我可真的回不去了。你上次答应我的事儿，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陈主任，慢走。 这是雨竹亲自给你熬的。 里面加了松茸、当归和黄芪，补血补气最好了。来，尝尝。嗯，来。今天呀，我到国府去开会，碰见汪主席了。汪主席亲自到我身边询问了你的病情，他还让我转告你啊。 让你安心养伤，说过几天派几个日本最好的大夫过来给你瞧瞧。宋光，汪主席真的是非常器重你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！来，再喝点。不用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袭击你那几个歹徒已经被抓起来了，过几天就枪决。 他们人在哪里？日本人对这事儿啊，相当的重视。袁廷绍将亲自过问，关在宪兵司令部了。告诉袁廷绍家，这件事情我不想追究了，让他把人给放了吧。放了？哎，你怎么想的？那几个歹徒差点要了你的命，枪毙了我都嫌便宜他们了。你以为把他们抓了，杀了头？ 就没有人再想杀我们了吗？这是两码事儿。这些人不杀一杀他们的企业，他们就更嚣张了。光天化日之下都能持枪杀人，要是再不追究，那今后不更无法无天了？你杀得完吗，陈斌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现在顶的是汉奸的帽子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就是日本人的走狗。 家奴，他们是赶不尽，杀不绝的。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终其应者，须是其末。你这叫愚昧！我不相信什么因果。 我只看重当下。你还没有看清现状吗？难道是为了苟活而聚集在日本人身下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让他们去处理吧。你现在身子还没好，最重要的是养伤，别的事儿都不要想了啊。跟着一头头汗呢。 8249-9273-9877-5673-9867-2209-17882-7734。本呼叫一小时后重复一次。
22日下午3时，公园街南星茶楼2层包间，2类暗号。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，冯茂才同志用紧急方式联系到了组织，说关于清香方面的紧急情报需要传递，组织希望我们尽快的联系到冯茂才同志。这里收皮毛吗？收。你手里货啊？有。请问老板需要多少？你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对不起，兵荒马乱的，我手里只有2包。是。